的伤，看好理想不像现实的糖。拍到，然后你们每个人的笑脸都会出现在我的 MV 里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写的歌好听吗？刚刚那首，刚刚那首《浪花》呢，是一个很夏天的歌曲，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呢，希望能给你们降一点温度，好不好？但是你们的热情不能降。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呢我知道来到这里非常不容易，要坐很久的车，然后呢今天很多人都是从下午就开始在这里了，然后这里人特别特别多，我相信你们一定非常的热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今天我带来了很多歌，你们还要听吗？要不要？要。大点声，要不要？要。好的，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要不要？哇塞，你们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。这个音乐好聪明啊。什么？老公？
要及时补充水分啊，因为今天晚上漫漫长夜都是我在陪你们了。的歌好不好？新专辑你们有听吗？有。叫什么呀？叫幸福。哇塞，好厉害啊！你们今天有多少是三文鱼？我看一下，全部是在前排。你们几点来的？两点就来了。哇塞，谢谢谢谢，好暖心啊，好暖心啊。那我演唱会的票你们买没买？第一场在哪里啊？太棒了，那后续各个城市的票也马上要开了，你们多多关注好不好？多多支持。接下来这首呢，新专辑的歌，其实小心来救救，到点歌环节。其实我之前有唱过，我今天带来两首歌，一首歌唱过，一首歌没唱过的。好事哦！先唱一首唱过的，我觉得是要跟大家说，等一下呢。小心！哎，你给我留点悬念嘛！你就讲完了，我讲什么？就等一下呢，大家离场的时候呢，一定会人非常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怎么样？小心！他们都知道我的套路了，不好用了。来，小心，送给你们。夜晚啊，夜晚啊，来杭州。夜晚啊，来杭州。夜晚啊，来杭州。如果心事能陪你听清，现在的我太不像我自己，像片云被风吹着飞行，明明很想拥抱你，却总停留在原地。我还是要说心情，
小心好不好？你要保护好嗓子哦，我演唱会的时候你还要喊嘞。什么？什么？今天是首唱，然后呢非常的适合今天的这样一个非常自然的壮观的美丽的环境，还有美丽的你们。在唱这首歌之前呢，想大概先介绍一下我的新专辑是我。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是一个很自我的人，但是这个自我今天呢不是一个贬义词，我一直想跟大家说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去做自己，做自己呢也包括去接受自己，接受自己的好和坏，去跟自己和解和融洽，然后呢爱自己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保护好你们自己，爱你们自己好不好？所以呢我今天特地的把这一首歌的首唱留在了这里，想跟你们一起分享，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，是我。
熬的人生里做自己的传说。这首歌了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大合影好不好？大合影，你们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要哭。但是呢，今天除了要照顾到所有的三文鱼们呢，还有要照顾到很多新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毕竟后面人家还要来我的演唱会呢，所以还是要唱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歌，好不好？那这首歌可以跟我一起唱了吧？后面的人也可以一起唱吗？是花了好几百块钱进来买的票，怎么也得值一点听回去，也得有一个大合唱的环节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接下来这首《体面》送给你们。别堆积怀念，浪迹青年的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为了今天？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。像羡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要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不屑结尾。Yeah.
再见不负遇见。我们的前任四电影马上也要上了，大家记得去电影院看好不好？主题歌我写的哦，我唱的哦，期待吗？期待。好啊，祝票房大卖。走之前要跟大家合个影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要记清楚你们每个人的脸，然后呢，在我的 MV 里面我会一个一个去找你们。还有今年的演唱会，729在北京，812在南京，然后后面不能说，南京都不该说，好吧，来吧，大合影。